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二啊！人猫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场主播美牙。那个，我是一个舞蹈主播啊，喜欢主播的呢，咱们把那个关注点点，好吧？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啊，我就给大家继续啊，第一支舞蹈，Yes No Baby。我这是真头发。我这是真头发啊，不是假发，扎不掉的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今天特别惊讶啊？这个短头发的女主播很搞笑，一定要点点关注。这个，我看有宝宝又要求换衣服了。
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要换衣服？厉害了，哪有厉害了？还行吧啊，没有点关注宝宝，怎么把这个关注点赞？我喝口水啊。这个超越宝宝，你想看主播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？啊，我们来聊聊天啊。你想看主播穿什么衣服啊？就是啊，妹妹的包头裙还不错啊。你们是不是看惯了那个穿超短裤啊，老的那种主播呀？就是啊，何必要换衣服啊？每天换一些新鲜的样子不是挺好的，对吧？啊，那我就继续跳舞了啊！下面呢？底下有穿啊，我底下有穿的啦，我底下穿的不是打底裤，我穿的是裤子，好吧，黑色的裤子，只是选的超薄一点，来一个紧身裤丝袜啥的，不允许啊，YYY不是不允许穿丝袜吗？对吧？主播好看，喜欢主播的一定要把那个关注点一点，有没有想听什么歌的？我跳两个舞，然后中间给你们唱一首歌，好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肯定的啊，是啊，不然我底下要是漏的话，我那个彩排也过不去，对吧？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，继续跳舞吧，对吧？你们演的这么好，毛不易消愁啊！这首歌民谣不符合气氛啊，不要想听的话，等我回那个咱们直播间啊唱一唱，力量代表我的心。那我送你们一首那个吧，送你们一首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啊，王姐。他们俩眼神太好了，没有，你们眼神都挺好的。半件衣服啊，我这衣服挺好的呀，对吧？一首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送给你们，加特林啊，加特林，咱们最后跳，好吧？
家人临压轴啊，一说我是真的爱上你，确定吧？喜欢主播的咱们把那个关注点点啊。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。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，哦哦，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，从来不敢奢求的我，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。什么原因？你的发香总会一直不去我的世界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我偷偷地爱上你，却又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。我只能偷偷地想你，只能偷偷看着你，总是没勇气，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。这个没有礼物啊，没有，咱们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把那个关注点点啊。哎呦，二哥哥，人美舞美，哥更美啊！谢谢宝宝啊。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，哦哦，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，从来不敢奢求的我，哦，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。什么原因？你的发香总会一去不去我的世界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偷偷地爱上你，却又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。只能偷偷地想你，只能偷偷看着你，总是没勇气，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。我偷偷地爱上你，却又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。只能偷偷地想你，只能偷偷看着你，总是没勇气，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。谢谢宝宝的礼物啊，这首歌呢叫我是真的爱上你啊。喜欢主播的咱们把那个关注点点好吧。为什么不爱你啊？你要是点我关注了，我就可能会爱你一下了，真的。那我就继续跳舞了，就是我跳舞的时候咱们能把那个小六六啊直播扣起啊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